这是行政院卫生署公民健康局所颁布的101年今年最新版本的 GEO 试管婴儿中心技术人员训练机构名单，全台湾只有41家入围。彰化市博惠妇产科是在最新版本的 GEO 人工学制技术机构里面，在40家里面是上榜的。